政府早年表示，将检视十组以规划作综合发展区或住宅的私人土地，研究是否适合收翻作公营房屋发展。发展局今日公布，政府运用收回土地条例，收翻三幅分别位于元朗和粉岭，现在规划作住宅和综合发展区用途的私人土地。发展局表示，三幅土地涉及约1.2公顷的私人土地，料合共可提供1600伙单位。三组地块分别的位置和规划用途如下。